当你男朋友晚上不想回家时。悠悠，今天朋友找我出去上网，晚上我就不回来。哎，悠悠，你在干嘛呀？我量一下床啊。你量床干啥呀？哼，这你不是不常住家里吗？这边也没人住，我就想把它租出去，还能挣点钱。不是悠悠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去呗，干啥不去啊？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小样，去不了你吗？I'm tumbling down a cliff tonight. 当你约了闺蜜一起玩时，你想的是好久不见，我的宝贝。轩轩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一定要出去放肆的过来买买买。实际上是。高饭点了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当你。快乐就是。就像到晚上了，我要走了，我们下次再聚。哦，好的，姐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啊，记得常来玩啊。啊，真是充实的一天啊！当上帝创造小钥匙，我的颜值。林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食量，你停下！我的脾气，老了你有病吧？给我出来！可惜，还有两条腿。什么呀，你浪！